办好入住了？嗯，在哪里？办了九楼的，没有十楼的。十楼的还没有整好，没啥。一会儿我们下去找你。嗯 ，Hello， 我们已经玩了四天了啊，明天就回去了。今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酒店。第一次来西双版纳啊，简单总结一下呢，我这边我们就是那个很多平台的那些推荐呐、啊，那种网红店也去过了，旅拍也拍了，足疗也做了。这两天走累了，足疗。休息一下，我坐。嗯。你是不是这两天得罪人了？这跟面团没啥关系啊，没啥区别啊，都是一起。我现在一直忍着想笑，因为我后背很痒。妈呀，今天什么都尝试啊。嗯，我不去。没有，我这脚和后背容易痒。嗯，自先也算上做了啊。嗯，这两天走路太多了，脚脖子都疼，然后搓了个海盐什么的。说实话啊，这边足疗价格确实挺便宜的。我感觉啊，我别的店也吃过，然后网红店也吃过，没必要挤那边去排队。嗯，这边什么糯米饭呐、啊，还有一些粉呐、啊、之类的，你随便找一家店，味儿都差不多，没必要一定要去挤那些网红店排个队啊什么。天气挺热的啊，这种烧烤啊什么的也是，随便找一家店都行，就是找一些稍微有点人的啊，太冷清的我建议那种店不要进。现在西双版纳我们玩了四天啊，就是基本上都在这高庄里面玩，从现在算起还有一天时间，24小时，30块钱买的。我跟之前爸爸这次来的时候就身上穿一身来的，那天主要是太急了。我们原先不是说了吗，刚好定想去的是什么北京，后来有朋友去了北京，问了一下人山人海，然后变成那个新疆，我感觉那边会人少，但是呢什么各种时间太赶，那天不是在车上吗，快到机场的时候我怕时间赶不上，快到机场的时候买的票，对，到那一看，哇，开始登机了，一直在跑，一路在跑。哎呀妈呀，那天给累坏了，然后酒店也没订，然后到机场门口出来以后啊，开始找酒店，偶尔旅游那么几回，这回是最疯狂的，最特殊的。之前舅舅都说了，这是加强版的特种营，然后找了那个酒店。哎呀妈，环境当天找到很贵的，平时也就200的价的酒店，我们600花了600，没办法，住了三天都没有房间。酒店你要是没见过的情况下，尽量订一天，节假日的时候基本上酒店是不支持退房的。我们之前住的那个酒店跟图片完全不一样啊。对，他那个酒店的图片啊，全是那个效果图，效果图做得很好，就是看不出来是真实的图还是效果图。这房间也就300块钱。房间还好，窗台超大，十楼那下面风景老美了。然后我还想跟朋友们说的是，那个写真旅拍，刚进去的时候，刚进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399、499、699套餐里边包含那个精修多少张多少张，选片的时候还会说要超清修才可以做到瘦身啊什么的。辛辛苦苦转了4个小时，然后拍了旅拍了，然后那个片呢，不精修的话，不超清修的话，就感觉挺浪费的。对，所以只能又掏腰包，一张超精修，基本上都是30-40要价，然后砍一砍能20下来。不管是买什么东西啊，10块钱、20块钱都要砍价，都要砍，试试砍一刀。尤其是在告庄里面，然后也有那种良心商家，像咱们今天给朋友们寄那些东西里面，伴手礼啊，对，伴手礼里面价格是正常的。之前舅舅看的，买这么多你不给砍一下，他自己给打击，我真的。就是伴手礼嘛，不要扛着回去。基本上都是188或者200包邮，免费包邮的那种。对，换完房咱们2点半了，到现在为止早饭没吃。我们本来今天想拍早市的，其实早上起来都挺早，来了以后这边房间没有退出来，然后这边那个夜生活很丰富，半夜3-4点出来，街上照样有人。对、嗯、我们那时候还有旅拍的呢。然后来云南的时候千万行李不要带太多，你就拿个空箱来，在这边体验一下。就来这边的话，每一个女生全是公主，来这儿穿那种打扮啊。我们现在去市场看一下当地的有没有还没吃过的美食啊、水果啊之类的。
来这边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热情果。柑橘啊，热情果。对，好吃吗？朋友们，我们已经走出包装了啊！这回是那个集贸市场，去这边看看啊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喝的。对呀。买三。这里是甜的酸的？从这儿出去是不是还有啊？自行的最爱。那还有一些什么？南美是这么伟人，我们好像打开方式不对呀、啊。给我来一个，哎呀，饿死了。咱们还没吃饭呢，是吧？想起来了，现在去哪？找地儿吃饭吧，先进去逛了一圈。本来我想象中的集贸市场是，路边有一些烤的东西啊，对，各种吃的什么的。哎，什么都没有，好累呀、啊。买了点蓝莓，蓝莓16块。哦，蓝莓是真便宜啊！打个出租回告庄，找吃的，饿了。帮我挑一个呗。98。没有昨天的面，但是甜度还是挺甜的。甜还是很甜的，昨天那个面好吃啊。出了告庄，发现啊水土不服，还得回去啊，饭都没吃上，逛了老半天，之前舅舅都蔫了。回到告庄，找到餐厅了，但是呢，现在4:30，他们5点开始营业。这个叫热情果，然后这个也多一点，然后还有西瓜。这个比昨天吃的手抓饭要丰富一些，哎，这不太一样啊，就好像刚做出来似的。请你摸摸过来，我先把这个尝一下。啊、好吓人啊！这能拔下来吗？那你，妈呀，这得站着吃。一天没吃饭了，先来个鸡腿吧。我的妈！哇！小鱼还跟不跟着我们旅游了？跟着。看情况吧。看情况是还想来。跟第一次。看去哪了？跟你们去旅游爬泰山那种感觉似的。没劲，他满是干。干什么都行。去我们行。去九州三连龙。好了，红梅，那这里拿明线。拜拜。回家了啊！哎呀，今天的第一顿，5点。6点结束，不是早上开始6点。哎，小心！我们是5点半开始吃饭。这是早餐，既是晚餐，既是早餐又是晚餐。我今天晚上半夜我看看找找烧烤。